就台东市区米台木这么多家，你觉得你赢在别人什么地方？哈芋头糕，萝卜芋头糕，为什么只有萝卜糕呢？嗯，买完啊，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要一杯红茶。是很多网友推荐的一间名店，哎，很有质感的一间咖啡厅呢。结果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礼拜一公休。制作人，这不是民宿，你敢去跟老板说你想要开一家门店吗？你可以跟老板说。这都是你房间里面的所有吗？什么？还有一不是吧？还有一间小房子。耶、yeah, ！今天想什么 ？Hello， 宝宝哥，你来上班了。哎呀，哇，好久不见了。刚下飞机呀、啊。这样子哦，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台东哦。那台东呢有很多好吃的美食，所以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。特别是今天早上一大早呢就要来吃早餐。好，吃早餐呢一堆人出来吃就会有一些意见。对对对，有人要吃米苔木，有人要吃萝卜糕。哎、啊，你想吃什么？哼，我想什么两个都拍。最喜欢吃米苔木的是阿嬷，我去找阿嬷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谢谢谢谢，你是老板娘啊？哎，你好，对对。你们这米苔木在那边开多久了？快50年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台东一定要吃米苔木？米苔木这么有名，为什么？只有台东煮咸的啊，别的地方都是煮。还有柴鱼，还有柴鱼。柴鱼哦，哎，对，有柴鱼。台东的原因是因为从以前就是煮咸的，然后还煮柴鱼，而且我们有时候还类似像吃放在冰里面，有没有？哎，那个是甜的，真的啊，没有特别的原因。会不会是因为台东的米很有名，所以做成的米？哎，可以这样说了。以前那个就台东这里有那个港口嘛，就是抓那个鱼啊，了解。啊，在做那个柴鱼。哎呦，就台东市区米苔木这么多家，你觉得你赢在别人什么地方？亲切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呢。对对 对，我来，我有感受到。OK， 谢谢你。我来品尝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你来了。对，阿妈，你帮我拿个筷子。等一下，你先啊，我先特写，先拿一下，先捞一下。你看，刚刚老板娘说的会有柴鱼，有没有？会跳舞的柴鱼耶，就是这里耶。你加好了对不对？我吃两。我就有辣哦。没关系。你自己小心哦。好不好？不行啦，不要加那么多辣，你辣椒盖过所有的味道了哦。咔咔咔咔咔。吃这一碗啦，吃这一碗。哪有辣吗？我是觉得还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吃，它上面除了柴鱼之外啊，还有他们的自己放的肉燥。嗯。哦，它的肉燥香其实是很香的。对啦，像我咸香味道其实是有我们中南部的味道的。再来就是柴鱼的部分嘛，海港就在附近，然后用这一碗米苔木温暖所有要出去捕鱼的渔民。各位。对，然后台东米很有名，所以做成了米苔木，嗯，超级 Q 台东米苔木特色是 Q。这位观众朋友讲解的非常的精辟。宝宝哥，不要加太辣。不是你加太辣，你有吃到那个我刚刚说的那种味道吗？对啊，但是它这个辣椒真的也是很够味，加上它的肉燥，我觉得很好吃。OK， 征服了第一家早餐店米苔木。好，我们前往下一家。这么快？我来吃两口。我才吃两口米苔木而已。不是。你知道吗？想什么的精神就是利用时间。对，等一下闹钟就要开拍了，那边吃两口之后，赶快这边要吃两口。这边有一间萝卜糕啊，就是除了吃这个米苔木之外，还有萝卜糕的选择。好，你不要讲话，我看他们已经在吃，他们桌上快吃完了。那赶快。太幸运了吧！哇，那间想什么的台柱，哇，吃饭。明星味，这个萝卜糕吃起来有明星的味道。今天可以现场看 live 看宝宝在吃东西，哇，荣幸、好吃吗？嗯，我觉得煎的不错哎，我喜欢它这个焦焦的。我刚看了一下，这间其实也有是评价数蛮高的。刚好这边有一位小姐不做了耶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好了。有香气耶，对啊，然后呢，它那个酱汁啊，很勾啊。这是特色吗？特色，我觉得特色。通常我们是沾酱油膏，但是它是酱油裹的，很干的。啊，整个萝卜糕外面这样恰恰的，外面酥脆，然后里面水嫩，这样，很会煎，很好吃哎。而且他们现场啊，就在直接这样削片，然后直接现场煎这样子。哎呦，猪血汤也好喝，我也喜欢猪血汤。
哦，新鲜猪颈。哎、欸，它这个胡椒味道蛮浓的。啊，不是，是因为它刚打满的猪颈，加太多了吧？啊，好酷！新鲜哦。嗯，那个猪血的整个一咬下去之后呢，味道都还保留着香气。有些猪血呢，咬了就碎就烂掉了，但是它还保有那个脆这样的感觉。整个那个猪血应该要有的，油葱酥啦，还有韭菜啊，味道通通都有。我对它的评价算是蛮高的。哇，一大早不小心就捞了两家店。不，而且他们家的菜单有萝卜糕、芋头糕。萝卜芋头糕为什么只有萝卜糕呢？嗯，买完。啊，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要一杯红茶。嗯，啊，10块钱的红茶，好好喝哦，好好喝，很甜，很香，哎、欸，古早味红茶，这个跟花莲的一样，花莲的每一间红茶店都很有特色，台东也一样，东半部的红茶都很好喝。好，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台东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我们的司机大哥，但是他很害羞啦，所以他决定用背面来跟大家聊天这样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刚说后面这条宝山路，我们吃早餐的地方以前怎么样？日据时代汉人集中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最热闹的地方是老的社区啦。�啊，所以这边很多庙宇，大概3间一间小庙，5间一间大庙这样子、哦，所以你就看到有庙宇就是汉人住的地方，嗯，对，日据时代可能把原住民跟汉人分开住，是啊，像台东的阿美族就住在马兰那个地方，啊哈，在过去就是很有名的普悠玛部落，嗯哼哼，都是分开的、嗯、啊，所以这边以前这边算是台东繁华的，最热闹，算是台东的西门町，对，没错，有很多电影院吗？以前很多家电影院，大概有5-6家，哇，啊，都拆掉了，都拆掉了，因为第4台开始普及化之后。渐渐大家都不去电影院了。好，了解，难怪这一带呢保存到现在呢有很多的美食，像米台木这边就好几家了。对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你一直不好意思面对镜头，是有欠债怕人家看到你吗？没有，怕上镜头。好了 ，OK， 谢谢你啦，谢谢在地人陪我聊天，耶、yeah。好，各位台中市区这样走一走啊，大家呢因为现在有一点空档时间，所以呢我很聪明的，我就去 Google 这附近啊这个评分数非常高的一间咖啡厅，同时它也是一间民宿哦，是很多网友推荐的一间名店，哎、欸，很有质感的一间咖啡厅呢。结果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礼拜一公休，嘿，老板都要骑摩托车出去玩了。哦，这台摩托车好看，他骑川普的，川普。休息中，休息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好吧，那不好意思。然后老板就说，啊，不然还是让你们坐一下。然后从此不要脸的就说，好啊，这样。人家只是礼貌的问一下，他说好啊。那没关系，反正现在有地方坐也，我觉得很好，而且同时可以来进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很幸运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间店常常人潮满的。是啊。我现在来，马上就有位置了。哎呦，进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想什么？干嘛？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机器吗？因为我放在外面。闹着玩机器，1067折，1000多折评论，4.8颗星，4.8颗星，这很难。对，你看他一进来呢，他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复古的元素啊，你看这个厨房，哎呦，有复古元素，有，他用复古跟潮流做一个结合，嗯，对，然后有人说有点像日式的感觉，因为他保留这个木质的这个装潢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机啊。收音机，收音机是装置用的啊，是啊，我们还在用。老板人很好，他让我们进来参观，而且还开冷气给我们吹，很可爱耶。我帮你装个水。对，本来想要喝咖啡的，但是因为他们今天没营业。老板一直说有咖啡，老板我要冰美式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不用，我们喝水就好了。你真的开咖啡机了吗？你可以晚一点问，你不要这么早问。好啦，那这里让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他店内的装潢，你看连这个电风扇也很复古哎、欸、哦，最酷的他别有洞天呢是在里面，
网友说有一种好像天井的一个造景的景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！哦，天哪！好有气氛哦！你看这是，宝宝，你做一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酷哦！我们真的流沙的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再不说，你真的要把你的糖全部拿掉，以后所有的饮料里面的糖全部拿掉。以后不给糖吗？对。是我杀的，好，我可以吃了吗？可以。好好酷哎、欸！这里哪漂亮，在这里你看，那天井啊，走自然光线进来，很美耶。然后后面有书柜。制作人，这不是民宿，你敢去跟老板说你想要开这样的房间吗？你可以跟老板说。哈哈哈哈哈！开演技，你拿。哦，你还摆出来？不是，你那是休息耶。对了，不用摆出来了。都摆好了。好了，不要忙了，你先停一下。你们这个咖啡厅做多久了？我们今年迈入第八年。然后你们说，除了卖咖啡，也是民宿。对。你们一共有几个房间？总共两个。啊，这么少？这二楼在二楼而已。我们是一层一个。那房间是双床的还是单床的？都是双人房。真的、哦啊，可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是我没整理。哦，我帮你整理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你再要整理一下。啊，好棒，好棒，不好意思。你脸皮够厚，也够厚，还不是你说的。现在要上二楼看他民宿的部分了。他们这个是40年的老屋哦。老屋改建，它这边就是栅栏都拆掉了，但是就是有一种比较空旷的感觉，复古感，不然就会很拥挤啊。对啊。Oh my god！ 会有这种画面？这都是你房间里面的所有吗？什么？还有一吧？还有一间小房子？这个像什么？像说啊，巴厘岛的 villa 盖的呢？对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老板，因为这是两间房子并在一起，所以这边其实是一户人家，那以前这是一户人家。哦。那他干脆把二楼这边打通之后，变成房间外面的露台。太好了吧？很舒服，有香气。呼、哦。啊、哦！修大间。哇！这不是啦，你这断了开啦，修菠菜啊啦。我们如果全家人来住的话，可以请他再加一张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我再自己铺地垫，我都够用，因为太大了。没有，你可以带一个小帐篷来。啊，对。哇，市中心哦，台东市中心一个尘嚣的地方，居然有这一种宁静的小空间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平日的话，大概一个晚上大概多少费用？3800。平日3800，那假日可能比如说5000，哦，4000，没有4000，哎，4000。那很便宜耶，我觉得很 OK。宝宝哥，你要不要住跑？也不用跑，我看我走到对面要多久。哇，快走很久哎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喘了，等一下。很久还没到底。哦。这是最小的浴缸。你看，他还可以硬要放一个浴缸在这里耶。这是一种倔强。啊。而且浴室有对外窗的哦，嗯、很多饭店甚至都没有嘞。对，要用房子才会有。它有两只莲蓬头。哎、欸，对耶。为什么要两只莲蓬头啊？一起洗啊，夫妻一起洗、啊。对嘛，就是一起洗澡，可能就会遇到最大的方法就是互抢莲蓬头这件事情。哦，现在一人一只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好棒，好棒。咖啡厅，想不到我找到这么好的咖啡厅，而且呢，居然还可以是民宿跟它做结合的，真是挖到宝。嗯，哦，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喽。台东呢很好玩，也很好吃，希望大家来这边玩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宝宝哥，走过来。现在需淘汰。哇，你演刀带演的好像哦。这个叫什么名字，老板？这个是蒙布朗栗子。蒙布朗栗子，它在他们那个网友上面是有人推荐的。哇哦，哎，这就是我们
那个古早味手工布丁啊，夹在彰化的电炉冰里面的那一种。哇，好好吃哦，银波布丁那种哦。对对对对。啊。下车。